大家好，我是川哥。我妈妈85岁了哦，她行走不方便，我刚买了个小车哟、哦，给大家看一下。看嘛，这就是小车，宝马哟。其实是个轮椅，为了我妈妈方便，坐上去到处可以走。这后面是个靠背，可以侧，还可以躺。这样躺下来还可以睡觉，好舒服。这个车卖成400块钱，感觉还是可以。现在让妈妈坐上去试看看。坐后面去，来，把脚杆打住。你那磨那个爪子，磨爪子。坐后面点，脚打，脚踩在上面。大家好，坐车了。坐起舒不舒服？舒服。刹车刹了，给妈妈买了个小车，她坐上去很高兴咯。主要是因为她腿脚不方便，只能走几步了。天天待在家里面呢，也很闷热。像我们现在农村，家家户户的公路都是修在家门口的哦。如果坐上车，到处走一走、看一看呢，还是很方便的。妈，你坐在那里，我去晒谷子哈。谷子晒好了，川哥去折点菜，中午要吃饭。什么也飞不出爸爸的视线，原来我是一只9岁的蝴蝶。大米煮饭，不要饭了，吃饭了哦。大家吃饭了哦。今天中午就炒的红烧点儿、青椒肉丝，还有番茄蛋汤。来嘛，我给腌点儿肉丝哈，给夹了。这肉丝切的有点大哟。米豆腐粑粑，烧点儿，开始吃，喝一瓶啤酒。哦，哈哈，还冒气儿了。小狗拉的歪呀。